山，河水不灵，丁基不为，能得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不断，但是呢，收税欠债，收利息高，要把江头蔬菜挑选技术，从未在收技术维修。但今有一名非常的出色，名叫魏海清，伊的文章熠熠影视，点点随机，但不知世情如何，无计三条五丝，提着魏海清名字。上名声，对海清，所为你技术，可惜不能看中你的文章。金銮殿上命你即时出边关，你要是对海清，实行五官断食。咦，对海清，在背起回回是。心烧，这牙头烧，那是什么款的胎气？啊，皇兄，原来在我头壳顶的记号感到好奇。不瞒你说，虽然讲我姓雷，我爹亲叫做雷坤，但是我不是伊的亲生子。我爹哥伊是碰在恁田中，发现了我，是一阵的误会，请我解救。不料这个锅气乱给我吃，我相信顺顺利利无来送香，也不知为何就此了后，我的头壳耳就是你记号了。不错啊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，太冤奇了。用你的时阵，命不该选，这阵的无气来救你的性命，可见冥冥当中。你就是奉天地的庇佑，这如此的心情，何言莫言，乃是不合理。为海清在大难不死，没有何好，相信以后，你使我大同江山，必定会好好贡献这世中。感谢皇兄，金言玉意。来来来来。